的忙碌，渔民们用双手拉来了松花江上的黎明。再过几天就是中国的农历十月初七了，每到这个季节，也就到了渔民们最忙碌的时候。这里住着几十户渔民，老刘一家人从父辈就开始在这里靠打鱼养家糊口。老刘大名叫刘国敏，从小在松花江江边长大，和父亲一样靠一张渔网供儿子念书，给妻子买衣服。哈尔滨松花江曾是出产三花五螺的地方，当地人叫这里马场子，说的就是这里鱼多，多的能一人撒网全家不饿。60多岁的老刘父亲曾是松花江这一带有名的渔民，1953年从赵东老家拖儿带女来哈尔滨谋生，奔的就是松花江能养人。抛你那玩意儿，看那天后人那天啊，我去接网去啊。那两个奶奶可以，我看那挠了吗？挠了。老刘8岁和他爹上船打鱼，12岁就能自己撒网了。可俗话说，常在江边走，没有不湿鞋的。1987年那年秋天，老刘和父亲装了满满的一船姜牡蛎，这是爷俩用2天2夜辛苦换来的。可就要到家的时候，爷俩差点把命搭上。水泥船就这么一块，我父亲还说那个可别来浪啊，话没说完呢，一浪头过来船进水了，我拽我爹就往水里蹦，我爹家舍不得这个嘎了，没办法，那时候我身体年轻有劲，哎，结果我问我父亲跳水了，就船沉了，要不是那次就被嘎来了。松花江是黑龙江最大的支流，这里出产的扁花、季花、澳花、法螺、哲螺、胡螺、雅螺还有铜螺被称之为三花五螺。记得小的时候，松花江里的大白鱼、澳花应有尽有，现在水少了，这些鱼都看不见了。为了赶上鱼汛，打到一些名贵的鱼，现在老刘一家人不得不每天天不亮就出船。快过节了，一家人希望能多打些鱼回来。干啥去？干啥了？钓鱼。啊？明天好，明天打鱼去。咱练练，明天打鱼去。快找你了，胡杨。渔民们使用的船大多是容纳一两个人水上作业的小木船，忙的时候一夏天都要吃住在船上。每条船就是一户人家。老刘是个不愿意多说话的人，但只要说打鱼的事儿，老刘的话就多了起来。那时候打鱼小，小看不行，先去放着。是吧？几年后长大了还想这样打。2斤以下鱼一般没打的，就打了也放了。老刘说，每年的春天是赚钱最多的时候，
因为开江鱼最鲜，价钱也贵，民间四大鲜中的第一鲜便是开江鱼了。那样吧，你就去买回来，买个锅盖，不要了。松花江边渔民撒网捕鱼之日，便是渔家老少爷们大开胃口之时。每到汛期，鲶鱼滂头便抢来赶水头。鲶鱼头大无刺儿，孩子和女人们都爱吃。老刘早就想给老伴儿补补身子了，这些年老伴儿和他在一起没少吃苦。我23岁嫁给他，说到打鱼那苦，那都不人过的日子。每年4月份开江，把人冻的那手都裂大口子，夏天那蚊子叮上就肿啊。我这高潮给他呼，高清潮给他呼，可我知足，这人心眼好。水上捞财虽说能挣点钱，但也很艰难。老刘一家人夏天打鱼，到了秋天就捞些江虾拿到市场上去卖。松花江的江虾在当地是很有名的，冬天是淡季，一家人就靠给别人在江上看船过日子。一年当中好的时候，一天也能收入40-50块钱，生活虽然不算富裕，可还说得过去。儿子大伟从小就不愿在船上，自己在岸上找了份工作，他真的不愿意再做渔民了。我爹啊特别犟，我和对象劝了多少回了，说让他上我那住去，他就不去，就是舍不得这两条船。看着父亲腿脚越来越不灵活，做儿子的也只能在休息的时候来帮帮老人。老刘是城市户口，在岸上也有自己的房子，但他说就是有心想离开江边，也舍不得这个行当。再说这些年早就习惯了水上肃静的生活，上岸住在城里反倒不习惯，何况这也是生计。行，我到那个里边。哎，看到吗？现在越来越少了，是吧？越来越少了。啊、价高，价高不高呀？现在不行，要吃上饭。多少斤了？啊？多少斤的腰呀？腰呀，有多少算多少呗。腰呀。好。哎，你好，挺好啊，挺好的啊。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批渔业合作社解体，新的政策可以让个人打鱼卖鱼了，老刘就打定主意要在江上发家致富。今年江水富足，老刘更有了自己的盘算，他要带老伴儿出趟远门，让一辈子跟自己在江上漂的老伴儿上趟陆地也踏实一回，再给眼看就要结婚的儿子大伟多攒点钱，这往后的日子啊，花钱的地方可多着呢。老刘明白，这代孩子说什么也不会再借他的船桨以打鱼为生了。随着城市版图的延伸，政府在下游正在筹建新的渔港，渔港建成以后会改善渔民的生活和作业环境，到那个时候啊，渔民就是激烈捕鱼了。秋日的松花江，天空大多是晴的，3里多宽的江畔微风习习，
或许有一天，这都市里的渔村再也看不到了渔船。但那道松花江上渔民们用双手在天边撒出的彩虹，却会永远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，留在人们对松花江的